啊？西瓜？你昨天才偷偷私聊我说十六不要带明星结构，然后你怎么回事？哦，以身试法是吧？我现在是蓝管配黑牛，大鹏一直有心跳。我也不知道是吧？还是鹿头。开个本呗！我炸了个鸡！我炸了个鸡！我操！他去二战了，他去二战那边了，二战的第二台电梯。好听吗？好听就点魔幻术吧，好吧。好听，好听。十六都夸我好听，我说确实真的好听。没听到。在我这儿，在我这儿，在终点哦，救我救我！腿腻腿腻。他这个服不可能带闪现吧？什么？哦哦，闪现预判！哦，牛逼啊，白哥哥！我还预判了个狗。白哥哥真棒，真。闭嘴吧你俩，巴巴的那个嘴，巴巴。我吓得直接。你溜了多久了？就使了一台电机，你知道吗？完了。艾丽那个皮肤叫亚历山大野猪 king。放屁！那是猪黄皮肤。我能溜，我能溜，不用管，不用管，我能溜。不！啊。免俗，你能不能调调你的输入法？你的输入法打哈哈哈的时候，每次里面都会加一个好字儿。对啊，显得好啊，哈哈好，哈哈哈，哈哈好，哈哈，就显得你看，被我念出来是不是有点羞耻？不羞耻，重点站可以修，重点站一半。哦对，这个不是还克吗？路途不是还克也？对啊，挂失电机，挂失电机，不是那样。我亮了一台，我可以去过人了。哎、哇，我第一组位失误了。哎呀，我卡那个墙了。你就。松手一下。他挂完。他为什么不挂完？哎，那终点那台修一半了，你那个、你那个野猪是不是修的很慢？行吧。野猪，你不能不笑，你以后得笑。我发现直播间就你发哈哈。啊，他数我十了，这个人很奇怪。不是最多就，你能自己吗？或我把我撞晕，然后我摸你。撞晕然后摸我啊？对，摸到九九了，摸到九九了，撞晕他。撞到我身上，撞到我身上，撞到我身上，撞我身上 ，nice， 摸我，摸我摸我摸我。别当人了！看我下掉线了，被我撞的好吗？他刚才他就不动了好吗？放屁！那你怎么懂？道长出去吃牛蛙吗？对，出去吃牛，今天晚上吃。你要吃牛蛙？牛蛙好吃，好吃。羡慕你了。你几点去？十一点。我就下播吧。吃宵夜啊！我靠啊！你这么晚了，然后吃牛蛙，你不看看你胖成什么熊样子，你还吃宵夜啊啊啊！你都不看看你瘦成什么样了呢？那我吃了呀！你长胖一点，你知道吗？他是不是掉了呀？撞他，艾丽，把他怼到门里去，带他出庄园。你勾我一下，我就掉三十秒 CD 了。掉什么？剩下什么？三十秒 CD， 猪的 CD。对。哦。我好像掉三秒 B， 我看我掉什么？哎，不要搞黄色。啊，不是我，他说话很奇怪吗？
哪里奇怪了吗？卑微起来了，我靠！我在吃手指，想东西。卑微。卑微。我就把耳朵抽。哎，我这位置好差，完蛋了。你卑微的样子让我感到恶心。你恶心甜瓜的样子让我感到恶心。完了呀，俺得要刀了。啊！这人怎么就潦倒啊！我靠！有前锋，有前锋！我这咋撞你啊？他直接撞了！赵宇哥说的，赵宇哥说的名字叫什么吗？叫艾丽不会甜瓜铲，知道吗？真的？真的吗？你这个说要改名字吗？艾丽只会甜瓜铲，我靠！抱着吧。什么意思？不挂吗？粉丝啊？他没挂。卖了，没舍得过。谁玩都会震慑，很正常。没死。没有，我感觉他往外都走完一步了，他还是重生。哎，我该撞一下的，不是撞一下。你别事后说行吗？你要撞就撞，要不你就一会儿撞。你就没撞，你看我该撞一下。我这不是在练吗？没事，哥哥，明天我前锋买斗牛布了，我打好。别，那个钱花多少钱？你退，你给他退。那调师怎么说？我操，你不是给买皮肤吗？哦。娶我儿子了，哼，断子绝孙刀。他追我还追你？好，来找我。来找我了，来找我了。那哥，你带儿子来了，我就走。白哥哥，你放新的儿子了吗？放了。跑哪儿了？你为什么也往这边跑？那我不是没了吗？空无人了，这样都空无人。我什么都没说，你们听错了。免俗，我发现我说了你之后，你的笑点变高了。我说什么你都不哈哈，哈好哈哈哈了。哇！田娃，你回去补那台，我用儿子补另外一个门那边。小木吗？牛逼！我能直接秒开一台。好的。可以。那田娃就修刚才那台机子旁边那台。石榴再撞一波，石榴。我厉害呀！多管闲事。啊！我要死！啊！完了！游戏不好玩。儿。是你自己知道吗？哎，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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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我已经贴这边门了，贴这个墙。哎，快跑，快跑！二楼那个小孩找我了，找我呢？哎，怎么就亮了？十六加一个救命！十六没了，追十六。救命！你救命也没用，你救命他也杀你，还救命！姑父姐姐，你是个姐姐，姐姐救命！谁娃的脸卡？谁娃的？放了我！谁娃娃的脸卡？不能这样！没有乌的。砍不到。啊！你死了！想放我？不可能！他其实想挂我。出色，魔团，假装上学。
别不要脸了，你看老白长得都老成啥样了，一看都没水。哎，怎么这么说？你这人真有问题了，你知道吗？你就当白鸽虫，你知道吗？没有，反正下次见面他都要杀我的。哦，为所欲为。你看他都不说话了。哥哥，你把水给我吧，我完了，他打你了。心态不，大学生们小心。我们学校十三完了，白哥哥不理我了。不会吧？就听你俩人说相声呢。我要去帮忙吗？目前不会死，他没没等火。他还有他还有那个呢，他有棺材呢，可以做。他不是刚放吗？就是他不是遛鬼的时候放的。我没了。啊？你怎么？问题不大，问题不大，还能活几秒？你能撑十秒吗？十秒？能，十秒肯定。十秒我就亮了。十秒可以。亮了我就开球。我和阿里球迷，就阿里不会理我的，我觉得我太冷。这个你要人家怎么理你吗？十秒有了吧？有了。亮了。我亮了，我亮了。我起点也亮了。我能先救我有搏命，我先救我有搏命。哎，你真有吗？你能就骂他逼你了？他挂不挂？不挂我就开始。我先救吧。你儿子在哪儿啊？我儿子在。你躲屋认才能救我。那不轻轻松吗？你那甜瓜猛吗？你看还扛，帮你扛到刀了。真好。有此一进，好吧，哥哥。啊，你那叫多管闲事。还行。金身吧，啊，躲不掉啊！我贴墙。你第一波先把金身比你在干嘛？你在干嘛？我电击修都修不动，我靠！他在干嘛呀？秀他哥哥人皇布。这怎么秀嘛？你是脸贴脸。好，你不用管我，你滚吧。啊！你真菜呀！我哪走？最后一台。光头。最后一台在一站第二台，一站第二台。你死了。我死了就怪甜瓜这个儿子。我跟你讲。放妈！啊、猪皮。可以煮。他卡我。哎。你死了。那是白哥还有两个棺材。还是棺材没你看你来乌镇打的快走再见天瓜把可爱的呼唤这你哪儿呢看我儿子你那个儿子让他走行吗我儿子就会看好我还四个板的飞机能亮吗你先说能亮干不了九十干不了我们怎么都过来了哎，他不追我吧？这人。我走过去摸箱子。哎，别过来呀！你们什么意思啊？这怎么这个入殓师都过来摸箱子的呀？我靠！走。你们互摸呀，不行吗？我靠！我摸了个球。给我。给你怎么给啊？你能换吗？快修魔术师！快！快修魔术师！就靠你了，魔术师！我有球，弟弟，你完了，真的，我有球。
最爱练。他追我，他没了，来上上上上快！来来来来，车长，刮车长，开车开车开车，上上上，看看看，那是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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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上去了吗？我们仨都上来了。我怕你们的列车长。我跟你说，他可能还得过来，我就勾引一下，我就勾引一下。哎，有人来拉门吗？你拉呀，没人受伤，你又不是拉不动。不是，我怕你们吃刀了呀！我靠。没有没有，吃不了刀，我这边有枪。啊，他在我这儿，多不让人放心啊！他自立了，太可怜。要不送他一刀，他是一刀斩算了。他在干嘛呀？大可不必为难。哟，无刃。不吃，牛逼啊！你啥时候死呀？你死了我出门。哇，你没死啊？他自闭了。瓜子儿，瓜子儿，他俩名字叫瓜子儿。谢谢你，谢谢你。哎，我的那个骰子怎么又没了呀？可以赛季末、赛季下赛季出嘛？你是下赛季出再买。哦，谢谢钞票。微微，这是全妹子八双人，这是全妹子八双人。微微，谢谢钞票圈。啊！虎牙出了个礼物叫“鸡你太美”，真的假的？你别逗我。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他们说那啥。我虎牙号没了，好吧。虎牙号没了，今天就可以转平台了，是吗？哎哎，有心跳。又没了，他是不是脚本啊？对。没有，水友啊，水友肯定是水友。他在哪儿？他在哪儿？跟我说。赶紧修！在跟你玩吗？没有，挂机了。挂机的？哪儿呢？我跟你说，我可凶了。你快修吧，你别凶了，求你。你每下都卡六十，我们早点出门，早点回家。他来抢门了，厂长，厂长，厂长。脚本。哪儿呢？应该是厂，应该是脚本。脚本。还聆听不？我们竟然能遇到脚本。他们脚本是刷什么呀？刷皮肤、卖信号。就刷那个头子呀，相当于人类的头子队。你听不听了？你还？呀，我把举报了。还听？把耳朵给我闭上。凶吧？这应该是，哎，他会放儿子啊！你放儿子，现在是我靠，这么智能吗？现在？好可怜啊，我感觉。算了，你把耳朵给我闭上。自己在那乱逛，后路。把耳朵给我闭上！你是神经病吗？咋的了？家里的星星怎么喊？家里的星星吗？啊，他来精神撒谎，完了，他生气了。哎，他又撞石榴，你好可爱啊，石榴。哇哇哎哎，这儿子会打人，我靠！儿子肯定会打人，你不废话吗？不是，他秒差儿子的球不够了，难撞死。在哪？那我猜一下。猜一猜一猜。
猜想让我猜。我给你打光。是不是想砍我？哎呦！吓我一跳。来砍我呀！我来。哇，他让我射他都毒了，你知道吗？哇，这脚本脚本脚本比六千人六千厨房还猛，你知道吗？哇，完全放不下。我靠，这脚本！哎，那个20305是什么礼物呀？是输的吗？我这边是显示 bug 还是关外人？我靠，这脚本好智能，还给了一刀斩的机会。没有，没有，没有。干嘛、啊？你开呀、啊！你不是分奴吗？你才分奴和分奴和打匹配有什么关系？那又不是排位。啊！哥哥，你打匹配的样子让我感到恶心。那我恶心了，你得有上万把了。那你三加N了一下。嗯，那啾咪和桃咪有什么关系？我以后叫啾咪喵，前后叫桃咪喵。你不是叫你不是叫迷惘狗吗？你不是叫啊？是我吗？迷惘狗，迷惘狗，迷惘狗，我搞玩笑。你叫桃咪，桃咪吗？你想叫啥叫啥。为什么要给无名当真机啊？那为什么非要问这主播的年纪、啊？这个不要问，问就是我是老人。啾咪豆你叫什么？我是主播里面没有叫啾咪的，好吧？就啾咪是一个，啾咪就是形容亲人的一个动作呀、啊，就是你好，你好的意思啊？真的吗？对，就是你好。问就是十八，我不配，我还得过俩月才十八呢。你们看他，去救他，你别笑了。这样子可以救亮亮。我没看见，他先排了一圈我。哟，他不挂呀。哎，现在能抽气球刀吗？玫瑰手杖。不能，不能。他可能是粉丝哦。艾丽的粉丝真多。应该是艾丽的粉丝。对啊，我已经看到两局这样爆炸爆的。我就你知道吗？我就因为老白的粉丝都是你，他我的粉丝都是杀我，我的粉丝都是杀我，他的粉丝都是那种公主抱，你看我的粉丝遇到我就是非要把我挂死。前夫小哥哥斗鱼叫什么？前夫小哥哥这三个四个大字虎牙鸡尾蛇，斗鱼叫什么？你修的真慢。哥哥，快来跟我一起修嘛，兄弟！去死！你别跟我说。我不知道在哪儿，就懒得拆了，然后它没了。艾丽，如果你打匹配，你打屠夫的话，遇到粉丝你会放吗？我屠夫排不到人。就你从来你就只有一个号，你从来都不会换个号，就是换个小点的号弄匹配。我亮了就铁关先救，铁关先救一下。呱呱，呱呱先救！我好卑微啊！我也，那不救了呀！我的意思就是屠夫他想把挂放了艾丽，然后他就把他挂了，就说明他想把艾丽杀了。你觉得？原来艾丽说的就是我排不到粉，我粉丝排不到我。真高冷。
下路。你看艾莉多坏，她还心咬。就很冷漠，我排不到粉丝，他们排不到，他们排不到我，我不用放。谢土豆的星空棒棒糖，谢土豆，谢养鱼，谢养鱼。我不行，我一挂粉丝，我弹幕就骂我，我不是骂我，是我。爱礼貌哈，爱礼隐藏意思说，我的粉丝都排不到我。你修机了吗，哥哥？修了，我这台修了80。好嘞。压好喽。别急，别急，别看看，看，别看看。啊！别别别别别别别。你问甜瓜，你问甜瓜。他说的话能信吗？看得好，看得好。阿里是鸟，阿里是鸟。瓜言瓜语。渣男说的话能信。我才发现我这个皮肤原来眼睛上和嘴巴上都是雪白。我看看。别看见。哇，真好看，哥哥真美。啊，挺想看。啊，我站着看不到呀。我帮你摸个球来。这都能 Q 歪，我靠 ！Q 也能 Q 歪来 ，Q 也能 Q 歪。球，好、这是给你摸个球。好、摸个球。想杀艾丽，先过我这关。哟，很秀一只鸟。他有一道斩吗？有。你俩把他坐下，快点，要不然我出不去了。那什么什么什么？为了搏命，救救我！为了搏命，我救你，救一下我！快走，快走！我投，你快走！他石榴不想被放开吗？石榴不想被放开。哎，我肚子好饿呀！我感觉我肚子都想饿，都想拉屎。艾丽，你还能再踢了一把？我在起点没有。丁好。他在鬼屋。我在第二排。明天中午10点开播，明天先打双排，然后再打五排。对，打完双排直接就五排了，五排好像是到6点，我估计最多就打到15点。熊克熊熊哦，一直打很累的。开个门，他那感情也挺好的，我走，我走吗？走啊走啊，他上车了，你帮我撞他，我从右边下，你直接撞他。你是真的菜呀，十六。不是，快来快来，那个楼梯为什么会卡住吗？别装牛了，小哥哥，我死了。我去对面了，他传谁了？摸摸我一下。OK， 回来，我摸，不用摸完呀，十六摸了，修的怪你。不是你撞的，这是啥？今天是圆圆生日吗？快，你去修起点就快了。你说啥？你去帮忙吧。到了。他肯定不知道我在。我靠，盯一次你，我啥时候盯的？不知道呀。知道他为什么走得快吗？他盯着第二次鸟。这样子。铁瓜快修，修修修修！完了，这个滑梯我没跟。但是他好像、哎、那个可以玩那个滑梯。玩不了，十六没在上面。十六能上去吗？
不能让艾莉卡在楼梯中间，你在上面往下撞，你知道吗？他永远都抱不起来。哎，你问一下艾莉能不能破解，好像可以破解这东西。哎呀，艾莉能，我上来，我上来，艾莉帮我卡的。对他一抱你就撞，他一抱你就撞，他有乌盾，他有乌盾。哎，你妈，乌盾打不到，乌盾有龙钢高力叉。没，高力叉打不到，高力叉打不到。要把石头吓的，石榴真菜呀！真菜呀，石榴啊！妈，咋了？我破，我想问一下，打不下艾莉呗？什么东西啊？是刚才我说的那种卡法，没法破呀，闪现不上去的。余总试过了，昨天不是我是救人了，救人一命送到七级浮屠。你耽误这十五秒20秒的。帮你石榴，接动，谁接的？我接的，安全帮你。他第三只鸟了，能帮你帮你。你几球还多少啊？好，三分之一。你实在的没上过级了。子弹加加仙子好像能玩一年。哎，不动！摸你，别动，摸你，别动。他把我洞打了，我怎么回去修机啊？现在摸。和尚有个床有个洞。床上有洞啊，我知道，我回去。啊，你看我们俩能不能摸好？完了，他怎么就追？铁光，我给你摸个电池出来。好。哎呀！说哎呀！电池，铁光，电池有电池。有电池。我没动，我没大动了，能撞吗？铁光，你得修台机子，我们还差两台呢。你修哥，我再修。没事，最后一把无所谓了。啊？我们就是把四出不行吗？就等一会儿，我救，你就骗他吧，你别吃真事儿。我会吃正事吗？开玩笑。你吃的还少吗？我怎么预料到我过去救的时候，然后我就被震慑了？要不你救吧。走，进洞。哦，你啊。接动，我帮你们。哎，不是艾莉，是不是你知道吗？没事，他有鸟，他吸出鸟来了，吸出尿尿了，没事。艾莉第四只鸟都出来了。艾莉其实心里现在在想，我他现在已经是零了。你们一台电机都不修，我修第三台了，你赶紧把嘴给我闭上。我再也不想跟你们玩了。哎，他死了！哇塞，怎么这么菜呀、啊！我靠！你别叫，你们快修！巴巴的，你那个你们要修这台都亮了。哦，谁直接就撞了？厉害！哇，第五次！哈哈。心态不哎，他不让修了，我就修，哇，哎呦，我要揍了一下，完了，艾莉还有鸟，哎，啊，没有吗？我没球了，有球吗？没有了，我假装有球了，你啊，不是，我们修别的吧，修这台赢不了了。哎，都吸了五只鸟了，都素材了，然后我们输了，你这谁呀、啊？真惨！那不是我的问题，我一会儿出去看破译进度，好吧？一会儿出去看破译进度，好吧？是前方的问题，我发现了。快走！牛逼！我给你拍板板。nice！ 摸呀，我一摸就起，我来。抹它，快修！哎，说我们三个人卡楼梯，你说我们三个人，他被那个了，
他没那个的卡楼梯，来来，卡他没那个的，他公主抱卡楼梯就能摇下来，你知道吗？你咋不早说呀？你们赶紧修啊！你赶紧修啊！你俩修，你俩修，我能拖，我能拖，我有秒表。开不开？开不开？艾迪上钩死了！艾迪上钩死了！艾迪上钩死了！艾迪快跑！艾迪快跑！艾迪快跑！跑！哈哈！我能洗，我能洗，别急，别急，我能洗。你不要屠夫听见，你小点声。我操！我是万里师。挂我。我搏命救我！阿里救命！阿里救命！哎哎哎哎！出来摸，出来摸，出来摸！我去救，我去救，我能救！救命！救命啥呀？救命救命！完了！我中午和他撞了。阿里能救，阿里能救，阿里能救，阿里能救！别急。鸡子没修啊？你俩都没修过鸡。我修了，过半了。救我呀！你不是在我后面吗？哦，没有。我怎么救你？我没有动。啊？你怎么没动啊？我放了几个洞了，刚才打团，我这不躁动了吗？我来！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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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逼！早点说有鸟嘛，这人怎么都不开枪的呀？就建议这种人不要打排位，你知道吗？所以我打图，人家打图不需要交流好吗？那你救我，你来摸我石料，你他妈摸箱子，我翻个球，牛逼！阿里在前面帮我挡住人，犯啥了？犯啥了？他这人有问题，我举报这先知，我靠！我能压，我能压。我在这修了60多70了，他要过来手机的，他手机的。没事，我绕出去，我绕出去。他过来了，他过来了，他过来了。是在救我的咪咪吗？哎，救我！哎，你这人，哎，有毒！我靠！哎，我要举报这个人！哇！好，这个搏命没什么用。修机这修到了，有80了吗？应该有吧。全部加油！你快修呀！来了！刀片，哎，黄虾，修！双剑合璧，他进贵了，他进贵了，一把转下挂，完透了！哈哈哈哈哈哈！哦，这是我菜呀，这简直！刀片进贵还行。心态崩了，艾莉心态崩了，秀了一整局。不是他想摸机子的，正好剑和那个进柜子的剑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好木马，我们好木马，我们好木马。我来好木马，双剑合璧了，谁的怪？你俩双剑合璧。没有，我从你后面接你，来，你是那边还有水桶吗？那边还有水桶吗？没了。啊？哎。走了，我走了。七点。走了。他开箱子和点电机都是一个箱子。我靠，我的洞已经上线了。反正现在的感情多暧昧。呱呱，我来。你快拉倒吧，你救不了他，他没了。光啊，该找地要去，该找地要去。你回去吧，他有传送吗？宝宝，我一定要看着你死。哎，阿丽，我问你个问题啊，阿丽。啊。这个前锋在上面，然后人卡那个滑梯，有破解的办法吗？不带近身。目前没有，无解的。如果卡上了就完蛋了。但是，三号站可以闪现上去。地窖在哪儿啊，哥哥？就卡在上面以后，你会不会换别人追？就不会再管他们俩了。机会，你看是怎么突了？啊！打我！
哎，砍一下！你死了，你别扔！你看他，他比我急。真的，个一万二。你看，你看，哦，我修二百四。